我要先为向你提出分手，正式向你道歉。而臣现在走了，如果又在一起，就算你说要走，我也不会放你走。干脆我们两个人私奔算了。好啊，你会很辛苦的，甚至可能会想放弃我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听见他的心跳。